大家好早。安乐。多谢。咱继续讲咱继续的那个课程哈。好，咱讲了讲一些状况嘛哈，讲美国人来给咱拆迄个核研所嘛，核研所迄个核子迄个设施，吼啊，甲迄个迄个核子炉吼，甲咱关恶魔头嘛哈。美国人那歪去甲北韩，吼金正恩金日恩些啥物，北韩伊嘛发展核武器嘛。美国人那歪带人去甲拆，伊朗嘛有啊，对吧？伊朗也有核子设施，哇，在试爆核弹嘛，哈。美国怎么不会过去把它拆掉？跑来台湾拆，哦，大大方方进来，甲带联合国迄个国际人权总署，哦来拆。哦，这就再次说明讲，咱台湾其实是美国的占领区，哦，这是胜利的迹象。哦，昨天我们讲到这里嘛，哈。好，咱今日继续第三，参考各国自治建国模式。哦，咱台湾是不用建国。我先在这里先声明哈，台湾不可以建国。哦，台湾是有地主，哦，是日本天皇的。一般的人啦，哈。哦，你好。一般的人，讲恁爸爸、恁阿公留的土地，你敢咪讲赏人？不会嘛？哦，我想说，我嘛继续做公啊，做神啊，老阿兰土地，咱会继续甲延续下去，给自己的小孩、自己的村子，哈、哦，卖在人家手上失去。同样的，日本天皇有这块土地以后，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伊无可能讲我做着国王，甲我土地无去啊，我那就。就感觉讲愧对自己祖先嘛，啊，国家帝王也是啊，土地就是天皇的，他也想要说一直延续下来，哦，万代久远嘛，对吧？我卖讲阵间证书啊，土地无去啊，搞不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搞不好有一天就满清那里一直割让土地，去亡国、哦。说如果是个国王的话，他们一定会保持住一个领地嘛，哈、哦。就算一个民主国家，也总统也总理也是有这个担负这个责任嘛。好，古巴以前的古巴以前是在西班牙的殖民地，美国跟西班牙战争时有三个所在割让给美国，西班牙割让给美国，第一个就是古巴，第二个是那个波多黎各。第二是那个关岛，还有那个菲律宾。古巴当初的时候，所以说中南美洲大部分都讲西班牙话，哦，跟葡萄牙话，不是讲美语，因为是去啊美洲吼，大部分拢去啊迄个西班牙跟葡萄牙殖民，哦，啊他打美国打败西班牙后，伊就是。割让西班牙，割让一些领地还古巴，1898年四月二十五宣战，然后签巴黎合约，放弃古巴，哦，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跟关岛，哦，台湾共归。如果说要一个土地的人民要独立，大部分都是要经过什么？经过他的母国。还是伊个法理上迄个啥，香港的别的国家会给援助，伊个都独立。哦，这是一个足现实的问题。当初啦哈，美国要独立哈，他也有经过很多人的帮助，尤其是那个法国人。像讲咱看电影、看电视，看到讲美国有一座山有刻了人头人像嘛哈。哦，都是他的开国元勋嘛，迄条一个著名的山去甲刻，哦，有足侪人诶，啊，其中就有一个是法国人，
美国人把法国人当作他们的开国元勋哦，因为他帮助他们哦，他们感念哦，不止只有华盛顿啊，中国人是讲国父啦，孙文那是国父，可是在美国他们的这个 team 这个 group 哦，有功于他们就把他当作是共同的开国元勋哦，有弄在一个山上刻得很大。当初古巴是他的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才可以割让给美国，对吧？殖民才可以割让。如果是他的法理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地的话，就不可以割让。所以可以，所以说西班牙给了美国以后，美国协助古巴，可以协助古巴独立。古巴是一个那个中美洲跟他们中间一个海，一个海湾国家，就有点像台湾呐，一个海岛。它的纬度刚好是像我想想，那是北半球台湾的纬度，这个古巴那是南半球那个纬度，高度就是咱是不是南回北回归线的哇？它古巴好像南回归线也经过，就是亚热带气候，跟我们台湾的气候很像，所以。生产很多什么水果，水果，所以古巴的副产也很丰富。像当初古巴，我看资料，古巴当初要寻求独立的时候是，其实是那古巴那个卡斯楚哈，他们要解放古巴啊，他们的理由是说哈，美国人去他殖民的时阵哈，都开一些公司，改那水果哈，很便宜的。送往美国去，香蕉了，热带的、亚热带水果上去美国，都有一些水果公司哇哈，有剥削他们，讲剥削是，较主观呐，个人见仁见智啊，可能跟他当地的因的薪水啦、因的所得啦，还有美国那边薪水所得爱去比较嘛哈。当然我是古巴人讲，美国人赚那侪钱，因的所得高，二十根本买那么便宜。啊、可是如果是美国的观点来看，可能是说、你就中南美洲自己省、你这个钱是还是用公的、差不多、所以说都有立场、当然我们不能讲谁对谁错了、结果他是控诉说卡斯楚他们的共产主义控诉说应该剥削他们的那个水果的价钱，然后输往大部分的水果输往美国以后价很低、他们不满啊，经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下分子那个操弄哈，一直作乱，后来就让古巴独立，是协助他们，以法来讲的话，因拢是合约。一提巴黎合约，哈，美国的。大国马西，大概是下官条诶，马关条给他的，但是有个不太一样，就是古巴是殖民地，说他真的有整个割让给美国啊。台湾后来就变成了日本的领土，当初清帝国给日本天皇的时阵是殖民地，甚至还是扩殖地而已，不是整个殖民，是扩殖地就保分而已。结果日本天皇有心要建设台湾，然后内地同化，我内地延伸啊，汉给你皇民化，我求中国人的汉化艺术赶快，教你伊的语言，教伊的风俗习惯，教你足济制度，慢慢的你们就慢慢会讲日本话。会知道日本的风俗习惯，跟慢慢的生活习惯融合合为一。不是说皇民化，而是讲汉化的一年两年就好啊、大概全部人民都会讲日本话，就咱现在全部都会讲那个华语哇，意思嘛是改咱汉化艺术同款。甚至他们还要改变假造历史，讲你祖先带来，其实大家都血统就是北部啊。不是高沙族，我就是平埔族，两族类的人。好，就这个都有一定的，其实不一定说什么汉化是日本化、皇民化不好了。请问那柯P不是讲说
被比较高等的、比较民主自由国家那个，哦，这个就是有这个讲法，一看法其实它也蛮正确的啦，哈、哦。啊，后来日本就，其实哈、哦，有的人我讲多讲一下好了，其实哈、哦。日本啊，日本天皇其实也是很聪明，他很聪明。当初在甲午战争怕呀的下关条约有包含什么？割让的土地包含辽东半岛，好、哦，辽东半岛。啊，就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因封地哇，因是关外哇，因的发源地。哦，是清帝国的因皇帝有努尔哈赤哇。对对对对，努尔哈赤，哎，自己无反应呢。努尔哈赤，你应该有读过呀。哦，皇太极嘛，哈，清朝皇太极努尔哈赤下人嘛，伊是为关外出来，所以伊是因的发祥地。啊，因祖地的大地啊，所以伊是因的神圣不可分的领土。哦，啊，他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可是就有清法国、德国还有意大利出来反对，伊讲因的神圣不可分的领土不可以。割让给日本，如果给个到一般的国际局势来讲，这样日本就从以前还有韩国哇，啊辽东半岛过来哦，日本帝国就做大呐，啊他们不愿意这样，一扩张很大很大很快，给各国会害怕，他用国际法跟他讲，这是人家的土地，是神圣不可分割，日本天皇逼不得已。然后又写一个辽东返还条约，嘛是用条约哦，把这个土地还给清帝国。他用马关条约、下关条约割让给了日本天皇，然后人家抗议以后，他又写一个辽东返还条约，然后又还给了中国，然后中国就又赔钱而已了。所以日本天皇有这个经验以后，过几年后。1945年快要战败了，快要战败了。天皇知道了，其实讲句实话，不只是他，他的臣子、他的首相下大臣轰炸了，被怕输了嘛，因为轰炸到本土了嘛，对吧？因为怕到琉球去了嘛，好、哦，琉球拢死到无半个呀，有阿伯死拢自杀嘛。现在日本人某些也都很有武士道精神，包含妇女、女人一样跳崖。哦，啊，琉球七个伯伯，一个都不剩。哦，美国人也吓到了。哦，这个很，不只是说那开飞机的，你是战斗机会自杀攻击。哦，什么特工队？哦，原来他的陆军、他的人民全部都是这样的人。哦，你看我就惊害害。好，讲回来，啊，结果天皇知道快输了以后，他也有可能失去了台湾哦。因为是什么？是殖民地呢？是殖民地，殖民地可以割让哦。啊，但是天皇好在他有做的动作，就是皇民化以后，他是渐进的，很早以前就开始皇民化。那时台湾人拢讲台语，改要讲啥？日本话，嘛开始改姓了，有无？那咱的父子辈有改姓名哦，改日本名，好、哦、有做这些好。汉化，那个皇民化的动作做好多年了，爱损谁的规矩都，阿伯都宣布让台湾人民有功，啊，就让他变实施明治宪法，啊，顺便也要征兵，黑心不兵啊，也蛮征兵，因为一征兵的话就是有参战权啊，啊，那时阵吴翁林家那个林献堂有去做议员，有参议权，有参政参议权，啊，实施明治宪法，啊，台湾就整个就。就变成他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地，所以说变成说，就算他打败了天皇打败输了战争，台湾会失去吗？不会了，不会了。哦，这有深层的意义啊！像日本时代那阵的足侪官员有读国际法都知道，所以说他也家己嘛。就有 common sense 的讲哦，国际化要把它皇民化，还要把它做成神圣不分割，就是只要宣读啊下诏书，好、哦、实施明治宪法啊，台湾就是变成一个真正的领地，谁也拿不走了。哦，菲律宾也是，
菲律宾哈，我昨天有讲过，因为就是比较奇特，就是它海盗很多，海盗很多就是讲，菲律宾有差不多4000多个岛屿，大一点有2000多个。啊，当初美国人要来赶菲律宾的时候，很头痛啦，因为你那反抗军来不来干扰美国的管理。哦，啊、一个游击队那边这个岛作乱一下，啊，他去剿围剿，结果那边的岛又开始作乱，俩孤招皮招来招去，很麻烦，因为岛又多，都有够足济哦。啊，伊人民在摆生活，因为岛济吼，你种植啥吼，产量不大，很难管。后来就跟那个反抗军领袖，那是艾奇艾阿基诺遐去谈条件哦，就让他们独立。哦，这归你哦，差10年后就要让他们独立，啊，就让他们自治。哦，在1939-45，刚好这期间，哎，1941-45，1941世界大战嘛，4年，然后1945结束，刚好在这期间，菲律宾日本有占领过，你不能讲过哟哈、哦，当初那个。克拉克的空军基地，就是上名就是麦克阿瑟哇，哦，他被那个临时轰炸机轰炸咧，那个机场还有那些港口被轰掉了，啊，结果美军来，在那个空军掩护下，引动美条，后来他麦克就撤退到澳洲去了，然后讲出很有名一句话嘛，哈、哦，我将回来嘛，啊、哦。就是在讲菲律宾，他麦克斯在那边打败仗的关系，哦啊，那个飞机临时战斗从哪里飞？是台湾的屏东机场飞的。说台湾是日本人，台湾有没有成功做特工队？有没有机缘？有，他们都从那个台湾最南端飞到菲律宾去轰炸，然后再飞回来。哦、台湾其实有空军，有什么特工队了、哦？只是我们历史都被人家掩盖住，那不知道。哦，美国人我留下他们的历史，他们有写那些资料，我个人就清楚了，跟咱台湾人不清楚了。甚至说荷兰传教士有来跟传教啊。以前荷兰战的时候，足侪国家的传教士，加拿大都有来台湾传教，上名的马街嘛，哦就这弄留下证据嘛，他们回去也有写文献啊，供台湾哦300-400年前台湾是什么样子啊，哦还有新港文啊，新港文就是人，他们来传教的时候哈、哦，不懂这个地方的语言，啊那就是怎么传教，就学习当地语言，然后翻译成圣经的内容，啊就用罗马拼出来。哦、所以说有个圣经就是在新港那边有那个，所以我们叫它新港文的，就是用罗马拼音拼起来圣经，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传教，有留下来，但是国民党来的时候把他们烧光了、哦。但是我们那个老一辈的、哦、文史工作者都知道有新港文。好，哦，有刚刚讲的，哦，日据有攻陷马尼拉。哦，麦帅都投降了。哦啊，日本投降是这一天，也是美国帮助他，有点像是他殖民地的母国还独立。哦，吊个公货嘛，独立，在1947年7月4号，这一天很有意义啊。跟美国的那个国庆日是同一天，哦，很有意义，你知道意思吗？我也在想说，我们那个成功是不是7月4号？我朋友哈，不一定哈。哎，这个搞不好在说啊，在我的协助下独立哎，还是讲自治哎，好、哦，搞不好台湾，搞不好这今年7月4号有可能发生哦。哦，当然是我猜的了哈。来，好，再来。立陶宛，苏联就是，苏联也是一个苏维埃联邦，
好，那苏联全名我想没给 Russian 什么的，就是共很联邦制，很多的独立的邦，小小的区域，然后合在一起，跟 United States 一个每个州整个州合在一起，哇，成一个国家嘛，哈，苏联也是一样，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是被吞并的，被吞并的，吞并。哦，这个都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吞并都有那个资料，好、哦、有史实。哦、啊，他在1990年3月11日宣布独立，哦，国际社会观望，等那时光，我要成立一个国家哦，不是说我成立一个国家就好了，一定要有人行能力。承认你的话，不一定说。不一定说用什么方式表示他为一个外交公报来公开承认你，然后 互相的设大使人员。啊，在刚开始中华民国中华共和国开始宣布独立哦，建国成功哇，啊，取代中华民国的时候，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也没有几个国家承认他了。一开始我记得是英国先承认他，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国家就承认他，到最后是日本是1979年嘛，还是多少？我想，然后最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像是我们比较大国的家，我们更没有关系，就是南韩。所以那有一阵子，我吴英雄南韩跟我们断交的时候，跟中华民国断交，然后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我们反弹很大，我们反弹很大，因为很多国家一承认哈，全公一些民因不信中华民国，已经变成公，他继承他所有的财产，包括人民土地嘛哈，所以那时候中国银行。中华民国的中国银行哦，一改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后来他就改名改做中国商业银行，好、哦，五大银行都在中国商业银行，哦啊，最近前阵子有最有名说在那个双向园升国旗吧，当初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被交接的时阵，他中华民国惊伊改建交要惊伊改。加起嘛，后来就卖给那美国议员嘛，哎，就我们高华德嘛，他是任退伍军人的那个协会的理事长啊什么的，卖给他1块钱，啊，等这个风头避过以后，他又过户给中华民国的那个外交部，然后现在中华民国外交部还是在双向园，哦，前阵子才有那个升旗哇。新闻出来，好、哦，他、啊、说承认很重要，啊，结果哈、哦，他们立陶宛就做一个动作，就是刘秘书长给恁提示哎，不要参加也选举，好、哦，不参加他们选举，如果选举低于50%以下，表示说什么？这边的人民不支持他的选举，就是歪去算人，就是换句话说，就不服他们的统治。啊，国际社会看得到，台湾人卖去选举吼，50%以下，台湾就意愿表达吼，中华民国统治性就会被质疑。啊，只是在我们台湾吼，大家讲啊，无去算啊，无要算啊，要算外省的，要算啊，什么人哦？有啊，民进党安尼讲啊。说台湾人都是生长在政治烈焰中，永远逃不出。好、哦、啊，这个立陶宛就是不去，我还可以算，低于50%以下，啊，人家国际上就不承认苏联的统治合法性。啊，苏联看大势已去嘛，哈、哦，啊，他就好啦，就让他们独立了啦。哦，苏联说，哎，苏联也是。也是会看那个哈、哦，就虽然说它是共产国家了，但是不要把它想得很坏，
他们也是会那个，也是讲法理的。哎，苏联人，苏联在他其实他东方也是西方国家哈，东西方之间，所以说他的那个圣彼得堡，哎，圣彼得堡，莫斯科，嘿，莫斯科，他的莫斯科，他们接受西方的文明教育。所以他虽然说是共产国家，可是他很早就有接触很多的各国的文化冲击，哦，所以他们还是有接受西方的文化的熏陶，所以他会讲道理，哦，他不承认，然后就喊鬼去啊，啊，但是就不像我，他自认是天朝，什么普天之下，诺非王土哦，讲家己拢是我的土地，我是王啊呢。哦，他们的中华文化儒家思想，哦，君君臣臣子子，迄条看，公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哦，因为教育甲咱教嘛，哦，儒学啦、孟学啦，哈，哦，那些哈，哦，其实是毒素了。在讲究人体的社会哦，其实讲那套实在是不太适合。好，哦，好，哦，安讲，后来1991年就会完成独立。所以是苏联先领的，苏联他先承认，好。啊，我们台湾呢，就是我们参加台湾管理当局流亡政府的选举，所以我们台湾人很傻，看不清啊。啊，也要承认中华民国他们的教会真的很成功，很成功。其实也不能怪台湾人呐，啊，其实台湾经商都足巧，啊，不过吼。国民党是祖先就给你教教科书，安尼给你教嘛吼，电视给你安尼演嘛，对吧？吼，啊，你休困时，伊电视哎，啊，该什么言论上包装嘛，给你写嘛，所以你看到完全都是这一套了。慢慢的，就不知道怎么反抗，也不知道怎么去思考。而国民党给人教的时，就是。想要这个人民思想是一致的，思想一致哇，啊，思想是一致的话，这一群人行为就会一致，因为行为就是思考，然后再去做出来的动作。啊，你跟你刚刚赶快，啊，你所以说你做的代志也赶快，会做什么动作，会做什么反应都会一样，所以这一群人就非常的好管理。所以国民党就是现在在教我们这样的。啊，我们现在在这边清理毒素啊，在思想上在萌发大家，哦，那我等下想代志，反向思考一下，哦，我等下讲同理心想一下，我最喜欢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说不对，我们不是中国人，为什么？哎，狐狸有两套嘛，哈，哦，咱话你讲过，自己用眷村通断嘛，咱台湾干眷村。咱台湾人无谈无商家对哇？啊，少年二点二，你是叫伊要哪买厝住无？很奇怪啊！啊，中华民国的政府在讲，哦，我们要增进生育能力啦，安怎？啊，你家己啊，刚好过到家己就娶某生囝嘛。啊，所以讲，因就是他妈垃圾的，啊，不可以讲这些。他们在这边给你糊弄来，再给你糊弄嘛。你本质上你就是要这样做啊，人民好过才会说要说要延续你的子孙嘛。啊，不谁说结婚之后就不想结婚？我嘛想要娶一个某啊，对吧？哈，啊，我娶某啊，你莫误会，我无欠这伊。啊，我希望说我结婚后我有个小孩，我自己长得跟我一样啦，有个小孩叫我爸爸，哦，我很高兴嘛。可是那些人怎么不敢结婚？不想结婚？还是他不愿意结婚？你要想清楚啊。对吧？我不想娶老婆，跟我不愿意娶老婆，说还是我娶不到老婆。好，哦，这就是行政官员，后跟那种行政官员，你们要想清楚说，现在一般那走，有什么原因？有好几个选项，啊，你就去旁敲侧击，推理一下，哦，啊，那执政力也较顺，啊，你也变读个清楚的人，啊，莫去就地画圈圈啊。欸，我好像讲过嘛，说一个大象小时候绑在一个棍子里面，那绳子就那么长，一直在这圈圈里面走，
啊，他长大以后啦，把那个绳子、棍子拿走，那个大象还是在那个圈圈里面在走，不会走出来。他已经思想上、他行为上，主线就是这个范围在活动嘛，他就不会跑出去了。我突然就讲，高山青高高高猴子哈、哦、穿衣服哦，哈、哦，猴子穿衣服哎、欸、有像人哦哈，午餐酒人哈、哦，高山青山午餐酒人。暗哥，你敢要揣去火警署或要去甲登记，讲这份件，这份什么人，可以吗？两个要这样拍情啊，对吧？啊，可是他还是两手两脚吼。哦那个很像人呢，对吧？啊，你问伊啊，伊就是行为上的思想上就是猴子啊，不是人啊。啊，咱行为上，咱有没有变在控制住？好、哦，一起跟这样比喻啊，不是讲美丽是搞啦，不，但是因为以前我也是嘛，我也是他搞不清楚嘛，现在有点清楚了。我给他看一下。好。好，琉球反模式，刚刚说万一台湾可以独立啊，怎么样独立？怎样？哦啊，我再次强调，台湾没有独立哦哈，这边是有地主哈、哦。琉球反模式就是讲，那个日本有 Okinawa， 哦，伊占到日本是占七年，但是伊无伊就讲结束占领，啊 Okinawa 占二十年。这么几年，他才结束占领，哦，总统宣布结束占领，啊，台湾这边哦，有宣布占领，叫第一号命叫蒋介石集团过来，但是从来没有说结束占领，好、哦，啊，琉球说要结束占领，他们就是有用缓和模式，用缓和模式，琉球人要回去他们日本做生意的，还是讲去？去观光啊，冲啊哈！琉球人要不是拿日本护照，是拿一个旅行证件，拿一个旅行证件。啊，这是琉球民政府的旅行证件。哎、欸，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民政府吗？你们知道吗？国际法呀、哦。好，好，那我讲。我讲一下，我们这边是占领地，占领地表示说战乱的占领下的土地。美国伊拉克在当初在打伊拉克的时候，他是打伊拉克的政权，打垮伊拉克的军队的武力，但是他不是要杀伊拉克的平民百姓。哦，这国际法战争法规定了哈，他是推翻那个政权，不是要杀伊拉克人民百姓哦。哦，尤其妇女啊、儿童哦，要是美军一杀，误炸弹去给弹掉，我要是伊拉克那个政权，伊的报纸新闻就一直轰击他们嘛哈、哦。美军误炸伤平民嘛，我、哦、那个罪很重哦哈、哦。好，我讲回来，他占领伊拉克以后，但是讲伊拉克的军队输啊嘛。伊拉克有没有军队的？阿兵哥逃兵会嘛，对吧？他可能阿兵哥逃兵就请假的，手来乱假的，哦，啊、就逃兵逃回去他别的乡镇还是别的所在，拿着枪敢抢粮食啦，会哦，那都一样嘛，啊，有一个有钱啊，哦，他会在地方上啊作乱呐、啊，还是敢抢劫啦、啊，强暴妇女啦、啊，啊，强抢人民的财产嘛，哈、哦，所以伊拉克占领的时候。美国就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成立一个军政府占领区。我们这边是占领区了，占领区的地方要成立一个军事政府，维持占领区人民的生活稳定，他的治安。哦，卖公武的人抢劫啦、啊、强暴妇女啊、抢夺财产啊，而且侵占呐、啊，哦，维持这个地方的治安。成立一个军政府，哦，阿拉公里的就会接受嘛，很顺。然后问题是美国人不会讲伊拉克话，哎、欸，我跟他结婚，还是我改买厝，一些民事事情，还是讲
我把我财产分了我囝，我这些民事的话比较复杂啊，涉及伊拉克的风俗民俗嘛，哦，因为美国人也不清楚，也不知道啊，啊，那时候怎么办？他的军政府就会找一个民事政府出来，就是当地的人民，懂他们的话，懂他们的语言，懂他们的风俗，都本地人嘛，起来做民事政府，哦，做民事的代志，我改户口啦，还是讲我买啦，还是冲啦，无？那民这就由这个民事政府负责啊，军事政府是指挥他，指挥民事政府。哦，这样就在这个社会就会很圆满，然后正常的运作。啊，美军到最后，他占领久以后也是要离开啊，离开以后就是请这个民事政府，这个民政府啦哈，伊拉克民政府可以来做伊拉克的政权，哦，现在伊拉克的国家这个政府就是以前美军占领的时候那个他扶持的民政府了，啊，你知道意思吗？哈，所以要有民政府，因为我们这边占领区，所以要个军政府，啊，所以军事要找一个民政府出来，啊，你们都是民政府的人，好，哦，你知道意思吗？哈，所以我们是什么亲美派？我美国人没找一个跟他敌对人，伊拉克敌对的对象来做个民事政府嘛，没嘛？对吧？啊，你干嘛来打败他们的政权？你知道有意思吗？哦，这个很合理，我讲这样你就会记得。所以为什么民政府要有民政府？因为我们是亲美派啊，我们要维持以后要做接掌政权的动作，好，哦，啊，我们要听谁的话？军事政府的话。军事政府是谁？是美国国防部敢？哦，不是美国国务院，是美国国防部哦，哈。啊，美国我要听谁的命令？听美国总统。好，我们是美国总统、国防部啊，军事政府，那我们才是民政府。好，这一系列，好，啊，你了解啊？哈，啊，我讲回来，美国琉球就琉球 Okinawa 人哦，出去都是要用旅行证件，是琉球民政府发的。琉球民政府发的是谁帮他发行？你不用讲，我自己我有一个政府以后，哦，我琉球我现在印两本啊，护照 passport 还是跟这旅行证件，啊，其实是旅行证件啦，啊，哈。这本来主权独立国家才是有 passport 哈，啊，伊我比如讲，现在印就中国呢，到贵人海关人就给你踢出来，讲你这什么证件，所以一定是爱有啥，爱有人的 visa， 你有签证。啊，各个国家跟你有建立邦交，啊，如果没变邦交的话，你要先 visa 去申请，然后承认。就像印度德兰山那印度那个旅那个联邦政府不，其实他们也有那个护照啦，哦，他也可以申请哦，所以他们也有去参加奥运哦，哈，过来，哦，他们是用美金，一阵子是用美金哦，哈，用美金。不是用日币，好，哦，好，哦，说琉球人去日本的本土嘛是用旅行证件，民政府诶，美国人改印诶，好，啊嘞，哦，旅行证明书，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美国就是那 America 啦，日本人讲诶 ，America。哎，我今天我这物件，哦，因为我们地位上跟琉球是一样的，所以以后我们也是有一个旅行证件，听说已经下来了，只是还没发下来。嘿，我来，琉球好玩的时候，以我们贵琉球人民的意愿吗？其实是没有。美国人跟日本人，他们两个公共就过去了。日本给美国3亿2000万的那个美金，哦，在1972年的时候，1972年就是到40年前，40年前的美金跟这样比都较大粒、较短。哦，我记得以前哦，
一块的美金换40块的新台币，现在是30块嘛哈，以前有40块，有人知道，人不知道，搞笑你们知道？是啊是啊，以前的以前的公屋一栋免100万啦，我民国70几年时啦，变100万嘛，啊现在300-400万嘛，迄钱拢会变大嘛，是安怎？因为变薄去啊，所以变多。啊，那台湾哈，如果要回去，真的要有留秋行回去，大概也要讲钱了，要还战争债嘛，哈，可能要更多钱了。啊，主要是说他没有办公投哈，他没有办公投，日本跟美国公共就办一照啊，钱形形的啊照啊，但是。我上次有没有讲说他们一个什么甲子园棒球队的事情？我有讲过嘛哈？他们有表现出他们意志要回去哦。就算他们小学生，他们去参加那个琉球的，甲子园那个电影给我看过嘛哈？以前咱台湾人嘛去参加甲子园嘛哈，琉球也有参加，他有派棒球队去参加。然后他们去甲子园打完以后，他们就带一把泥土回来，因为队友都带一把那个甲子园土地的泥土回来。啊，经过海关说，美国人很奇怪，啊，你怎么行李里面有一把泥土？然后那个小学生就跟他讲说，这把是甲子园的泥土，我要回到把带回到我们琉球，撒在我们的棒球场上面。哦，美国人，哎呦，刘成祥回去，就从这些的小细节，哦，给观察出来。啊，当日本人对琉球的人民也是非常的照顾了。当初琉球的人在那个战争的时候，琉球跟闽东西搞不破哎，啊，那个指挥官最后发一个电报说玉翠嘛哈、哦，他们都知道、哦。所以说你不能对你都可以拿我了嘛，就不尊敬、很尊重，因为他有效忠。哦，这是琉球，琉球他当初 America 合众国政府国防部、再来美国民政军事驻民政府，然后命令只是琉球政府，然后冲绳驻民，这是流程啦，以行政命令流程，就好像刚刚我讲的这样，哦，国防部管的，然后指挥民政府，然后民政府里面就指挥那个琉球政府，然后 OK， 那我的人的住民，这指挥结构。所以说以后我们指挥结构就是美国的国防部，然后指挥我们军事政府，然后军事政府指挥民政府，民政府就管台湾的民，一样。好，我下一个。我们都被教育成中国人，我们都被教育哦，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只是被教育成中国人啊。实际上，我们不是中国人，好，大家读清楚哦，我们从血统上，从文化上，让拜地基主嘛。中国人不拜地基主，中国人不拜地基主，好，拜地基是。北博爱特有的风俗习惯，平埔族的人祖先，我们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死的时候，他们好像是没有埋葬，你知道吗？阴谋坟墓啊，只是清帝国来行，可能行化行，应该会嘞崩。哇，讲不要讲回来好了，哎，我们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我们常常有的听部族拢会讲安尼嘛哈，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那我问你了，你去跟美国人讲说你祖先是英国来的，你就说你是美国的也是英国人，美国人听了怎样？他说请你向后转，头给你扒了、美国人我是英国人，还是英国、我就移民了嘛，我认同这边，我是这边的人了、我没有身份证，我没有护照、怎么说我还跟英国有关系？台湾人台湾清楚呗，所以说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那个是在扭曲，在
掩盖真实是身份呢、啊？甚至说，哎、欸，我认同台湾，我是台湾人。如果这个句话有通的话，哈，哎，我很喜欢美国，我认同美国，我是美国人，我就去过海关，要去盖新屋，会不会被他美国海关推回来？会呢，你会变成美国人，有一定的法理程序啊。你可能就是爱去遐请居留权，啊，居留权去申请下来，去遐住足侪年以后，我看伊几年，五年、六年，还是十年，啊，然后。你有工作权，然后你居留证，然后有工作权，又有绿卡，然后你去考试，经过唱他们国歌，会讲他们的美语，哦，沟通又有工作，哦，他们何可又才给你变更国籍？不是说我认同台湾就是台湾人的，错误。民国三十八年过来那些人，他们是中国人。啊、你们是本土台湾人，不一样，不要被他们搞搞做会啊！那是国阿爸呢，搞做会，那就是伊是要甲你同化啦。同化你讲，伊同化讲台湾人就无要紧，伊说同化我们都是中国人，对不？他们很恶劣，其实我们是多数啊，我们是本土的，我们本来就在这里，他们是外来的，哦。所以说我们被教育成中国人，认同中国，拢读因的学校的，因的历史，因的地理，什么青康藏高原，什么铁路到哪里接哪里。我以前我嘛是，我五十嘛吼，我嘛读过啊，无效啊，干嘛用着？无用着啊，甚至有的铁路还改名了，以前的铁路无去啊，啊，你干嘛用？迄就是叫你硬死背，硬植入你的那些。脑海里面都是中国，中国，中国。长江很长，黄河很黄，安怎安怎，哇，很憧憬，对吧？啊，你敢真正去看过长江黄河？对吧？啊，真的有啊，有探亲啊，对吧？什么君住长江头，妾住王江尾，不见什么啊，共饮长江水哇！哦，那个很诗词很美嘛，哈，那儒家学士哇，哇，好，啊，讲回来哈。什么叫吞并？这吞并哦，就有很多嘛，哈、哦，改变人民的结构，哦，改变他思想，改变他什么？其实就是当时放汉化嘛，皇民化意思啦。好、哦，咱底下的 ROC， 哦，台湾管理当局做中国大学型哦，统独公投，结果会变成什么？统独统派的台湾，为什么？因为、哦、台湾有住两种人，中国人跟咱本土台湾人，啊，你有想过无？其实人口结构来看的话，哈、哦，85%以上是本土台湾人，15%是中国人。但是哈、哦，总统大选来讲啦，哈、哦，因为总统大选，谢长廷是差200万票。小英是跟马英九是差80万票，很接近哦，很接近哦。这表示什么？因为被85%的台湾人会投给蓝军那一边哦，意思吧？会投给蓝军那一边哦，所以也有可能说我们独立，我们公投，我们做中国人。如果让我们统独公投。有可能变成我们是真的都变中国人，你知道吗？有可能哦，而且他用人口，像讲因足侪阿拉伯啊，人的啦，爱个传亲戚啦，啊，带几年又去变中华民国国籍哦，有身份证，伊就要投票啊嘞。说阿拉伯一边足侪人一直过来，他一直想要跟新疆一样，新疆人民现在一半以上是不是新疆的人？他们人就一直移民过来，你就分不出谁是谁。然后5年、10年、20年，那个小孩长大了，也会变成人，也结婚嘛，哈，也娶对象嘛，慢慢的找当地的人民结婚，慢慢的他就被同化了，你知道意思不？哦，啊，同化就是吞并掉了，哦，吞并掉了。啊，如果说统独公投了哈，
这最近两次的总统大选有可能会独立哦，我们不可以独立嘛哈。独立最简单就是，如果独立的话，日本天皇跟美国人说啊，我的台湾呢，我的台湾呢，你要陪我，啊，美国怎么生一个台湾给他，对吧？说美国一定不会让你独立的，你放心好了啦。如果每次我们独立，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可以公投，台湾不可以自宪的哈，对吧？都是用美国人来讲啊，我来一毛苦衷的啦，呵呵苦衷嘛，因为这我占领啊，我的权利，不止安尼，万一你真正独立啊，人到时人家偷厝的时候，我唔捌甲起一间厝而已，啊唔甲创一个台湾而已，对吧？所以都很顺，很有道理，我再讲下来，该足顺的。吼，啊，咱等于就摸过去啊，遐外口笑足侪有啊。那有人讲咱笑，咱讲伊笑的嘛哈。我讲一个笑话啦哈。有一次哈，我搞那和平用改盖小民政府啦。吼，啊他就跟我反驳。啊，当然他一定是讲错，因为我们法理正确嘛，讲讲作，伊唔知要讲啥。啊！伊叫甲讲，阮大部分拢讲安尼，啊，甲你这样讲安尼，啊，虽然讲我讲嘅哦，伊安那甲讲在，啊，众人皆醉我独醒啦，你这人就是家己拢唔对，家你对尔啦。哦，他好像是多数啊，我是少数啊。啊，尤其他讲众人皆醉我独醒，我都笑出来，欸，好像在中国，我什么头面罗江嘅上面人屈原嘛，哎呀，众人皆醉我独醒，我讲我连刚刚我就正屈原了，那头面罗江咧。啊，家己讲袂叮当啊，因为读甲拢死啊，拢定壳壳啊，讲规波安尼讲袂通啊，用安尼讲，哎，很顺啊，可是他们就不会接受，真的不会接受。哦，跟着刚刚讲的，好。如果说哈，我们国讲是合法的，就是统独公投以后，以为人民意志的表现哦，在国际上是合法的。是合法的，等到曙光那一群228牵手爱台湾嘛，看去嘛，展现人民的意志嘛。美国那时候也蛮紧张的啦，还有那个谁在跑去立法院占领嘛，跑了50-60万人出来哇，其实美国人嘛就嘛诶紧张哦哈。好，如果台湾啊。独立嘛哈，啊，其实台湾是没用独立嘛，哦，这土地是别人的，你港租厝讲我咱要独立，要公道，讲啊这间厝变咱的，啊出租你家等一代，好来开始，如果咱有独立嘛哈，是不是要纳税？咱只要有纳税，那是国民党哦阿爸，无可能要甲咱拗的啦，其实咱占领区人不用纳税啊，哦，啊如果你独立自愿纳税。啊！你要服兵役，哦，要保护自己嘛。啊，以后我们民政局以后，我们不用当兵。哦，美国人因为占领这个地区，占领区的人民不用当兵，为什么？因为我给你占领嘛。你自己有军队武力的时候，先别敢反抗，没事。所以占领区也不用当兵，但是占领区怎么维护治安？可以，他有维安的警察，他们允许有维安警察。就那像讲。香港伊无军队来嘛，香港有那个警察，说香港吼，他们对唯一的那个武力就是警察而已，他们没有军队，哦，他们没有军队。哎，香港警察他们都讲一句话，他们是讲香港皇家警察，有吧？对，在英国，他们是效忠英国。哦，他们在英国，有的少年的30岁、50-60岁，拢在英国英王的体制下诞生的。所以，香港人很多拢是摕迄个英国的海外护照。啊，好了，那讲得很啊，我们讲回来。好，啊，咱来买武器啊，咱来买武器啊，哦，咱做兵嘛，爱买武器嘛，啊。啊，那陆联合国之前防止中国武力吞并
他国无法律干涉。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迄、那个，对、那、迄个印尼加迄、那个，迄、那个，哎、欸，那个是什么？东，我忘记了，一个国家，他说他独立了，在隔壁在印度的旁边，那个印尼的旁边，他宣布独立，结果还没进联合国之前，印尼跟招来给吞并，给占开，然后杀了200,000人，然后经过很多年的抗争以后，后宣布让他独立，印尼让他独立，也让他加入联合国，但问题来了，他们在离开的时候也破坏他们。东文莱啦，嘿，东文莱，文莱是东文莱，嘿，哦，东帝汶，嘿，东帝汶，谢谢谢谢，我想袂记哩。东帝汶独立最近也是最近独，这一次诶、欸、上个诶、欸、最近三五十年前独立的，不几年前，那他就有变加侵占，变加侵占，伊领地变加，反正就是来家己侵略啦，占掉诶。啊，东帝汶啊，建国为例啊，印度尼西亚，就印尼，东帝汶不同哦，哈啊，但是因為他们是菲律宾跟印尼是岛国，较济，啊说很近。他就过来就直接侵占，其实他们是不同的那个啦，不同的种族啦啊，当时他们都是南洋海那个海洋那个什么南岛语系，后来一为西班牙独立哦，1975年这二三四十年的事情哦成立，但是他没加入联合国，然后九天后就被印尼入侵。哦，伊来编入他的一省，东帝汶省。哦，20年的统独抗争，是10至20万人。所以刚刚我们将苏联啊、立陶宛独立的方式，因为都需要别国家的包括美国别的国家的援助，哦，安母国的认可帮助，哦，一样。啊，如果你没有把给你 support， 哎，别的国家来给你侵略啥，伊就倒啊，因为。国家有武力嘛，有军队嘛，啊，你刚刚要独立的时候，你比较弱，哦，你建制你没纳粹嘛，没建一些顶多是游击兵，哦，容易变加侵入，东帝汶就是有这个问题发生，就是变加侵略，好，哦，啊，后来就公投，哦，改革，哦，在台湾公投是毒蛇猛兽了，哦，个公投，然后联合国承认，然后从印尼独立建国出来，这可怜的死那么多人，我想清楚。那如果他要是我是东帝汶要独立哈，要宣布独立之前要脱离印尼啊什么的时候，我会找别的国家来给他背书，来给他作证嘛。哦，他可能太冲动了。哦，如果有美国啊、日本啊、是英国该背书的话，一宣布独立，那些国家马上宣布承认的话，印尼总跟他派兵过来继续该控制嘛，对吧？所以要做代志都要想一下，这以这国家大事有点草率。哦，当然也有可能是当初有一些客观环境造成的啦。但是我们要做之前哦，我觉得说该弄个情况嘛。我觉得台湾独立的时候也有一些问题。哦，如果我们台湾独立了，表示说，其实也不可能的。好啦，就算这块土地是无地主啦，哦，我讲给您听好了。像台独人是说，就是在合约的第二条的 B 哈，哦，日本放弃台湾的主权呐、啊、宣有权呐、啊，阿个也抬头嘛哈，啊，没有说吐给哪个国家，吐给谁嘛，啊，表示讲啊，就是变这个土地。诶，人民的变成台湾人，我台湾人主权，其实是唔对的。迄是无地主盖安尼，啊，这块土地有主人啊，就不用安尼。啊，万一讲万一啦，假设万一啦吼，如果这块土地是无地主，就讲因独立公投嘛，变讲哦我要独立嘛，问题来啊。台湾这块土地的人吼，
无台湾人。你提身份证拢中华民国，你护照中华民国。哎，马英九因遐那毋是戆人呢？如果说这一块土地变无地主的话，中华民国流亡政府顺便就可以占领这块土地，又以前啦，因上少嘛两百万人啊，有政权嘛，以中华民国就是因政权嘛，啊，土地无地主，家己来占嘛，啊，你想看嘛？要是话恁占恁抢主意嘞，你知意思无？他有中华民国 的人民嘛，他有政权嘛，啊，有没有外交权？有啊，他有几个小朋友嘛，所以他甚至就民政人士赶快站在台湾。宣布说这是他的领地，你台湾人没盖钱哦，钱输了，因为你台湾人哎，无你摕证件出来，你用台湾的身份证哦，有三万几个人尔嘛，啊你嘛无建交嘛，啊你政府敢咱民政府呢嘛，说还没有成熟啊，可是他们只差土地而已，好、哦、你知影嘛？中华民国在这边就是因为他是流亡政府，表示说他是一个政府的建构完成。只是没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如果这块土地是无地主的话，一定要讲，然后宣达，赶快申请联合国加入联合国。哎，一年以后，你知道意思吗？台湾变万劫不复，你知道吗？所谓台独思想，然后有时候可能是较唔捌发力啦。无，咱用人，真正失去台湾，变中华民国诶。啊，愈惨就是中华民国就啥物人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诶，咱就变中国，咱就真正慢慢细细拢变中国人啊！你知意思无？说千万莫讲独立，吼、哦，因为按过是不可能，因为这是有地主啦。啊，美国甲咱占诶，啊，天皇的，吼、哦，所以讲我真咧讲这实例是家己听，互家己来想法律也都爱清楚，吼、哦。哦，也讲吼，伊造成个破坏国家主权路啦、港口啦，拢破坏了了的。伊在当地变极贫穷，爱开外国援助，很惨。就那时候跟非洲国家同款，哦，伊啊饥荒啦，还是收成不好，就变每次都是收成不好都会变饥荒。哇，就那个小孩子喂奶哇，安尼树木呢他妈烤哇。那非洲的国家嘛，东帝汶也是差不多，我们都有在援助啊。美国都常在援助东帝汶。啊，如果这些的独立，那边吧，其实我们不要了。哦，如果要的话，我们要照法理来，要跟美国人讲，要跟日本天皇讲。哦，我们一步一步来，很多结打死了，但是我们都是要从一个一个慢慢来套嘛。你也套掉，你套唔掉，佮套嘛套袂开。以前叫人讲咧，独立边啊，公投边骗家己讲红色啊，还把为像为魏医生哦，伊讲伊建国党诶，哪伊讲一点拢无兴趣啊，有时来叫我捐钱尔，啊拢不啊去联合国，买去咧联合国去抗议哦，杜联哦，这消磨他们的精力，结果拢是无成功诶。六七十年啊，六十多年啊，六十几年，所以讲台湾人嘛足可怜的，啊，哦，和美国这种管辖下的比较图哈、哦，新墨西哥与墨西哥国比较了哈、哦，一线之隔。以前墨西哥州，美国墨西哥以前也是德州也是以前是墨西哥的哦，你知道吗？美国一开始是13个州，哦，他就一直扩张领土，一直扩张，扩到有50个州，哦，后来50州，参众议员说，再这样扩下去，哈、哦，全世界变美国的，还是光变苏联的，他们最强嘛，一直扩张，用战争的方式，好、哦、啊，甚至说用跟美国跟墨西哥打仗嘛，我、哦、就占领一块土地。啊，那块土地他们公投说要做美国人，啊，变西墨这德国德州，好吧，好、啊、这个，像我看那个问到电视 MOD， 哦，就有个边界防卫，我提出的日本的美国的 Discovery 节目，就是有墨西哥人派探家，一路拢偷渡，
跑去那个美国本土去工作，好，跑去美国本土。这中美洲嘛，中啊这南美洲，而且北美，哦，他们偷渡嘛，啊，可是你奇怪哦，北美他还有什么？这个是什么？加拿大，他们就不会偷渡，因为他们生活水平水准啊，他们的观念思想上，他们工作权他们都很接近，你都不需要偷渡嘛，对吧？就那是讲。中国人真正这么好，安尼中国人伊存心薪水，他的思想上，他的政府运过，如果跟美国人一样好，这样大家再来谈嘛哈。那就讲，你也要娶我们查某囝，啊无你一个月赚偌济，甲差不多，啊我就我们查某囝嫁你，意思同款嘛。家己拢想要嫁较好的嘛，我嘛想要娶较好的查囡仔嘛。但是你条件要跟得上他们嘛，像以前那个。看那典籍公司那门当户对，我觉得我这自由思想啊，那，可是我年纪慢慢的有了，我觉得说，古早时代的门当户对是有道理的哦，因为我有感受啊。如果你很有钱，娶一个家里比较穷的女孩子，还是说有钱女孩子的千金，你嫁给了一个比较穷的穷小子，你生活上你可能困难哦。你的生活，你讲的话，甲你讲一天要食饭，还是要跟人讲啥讲啥？可是你老公一半，还是你太太可能跟不上你。从林圣文，如果他娶千金的话，一定是平准的嘛，哈。还是讲嘿，跟我讲也嗨呀。可是再讲，你就跟我讲柴米油盐，三顿面那鬼安怎啊？可是我对咱就未烦恼去，咱是要去安怎？要安怎去表现咱的雍容华度嘛，哈。哦，不要让我不高兴嘛，对吧？你说不要让圣母不高兴，哦，这表示说什么？他们生活水准是跟我们不一样，国家也是一样啊。他美国跟加拿大的薪水也差不多了，风俗民情的民主制度的方式都差不多了，可是跟墨西哥就不一样啊。这边比较好，墨西哥就会想要过去。一样啊，中国跟台湾，如果说他想要跟台湾和好，要台湾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们的国民的那个薪资所得，就生活那个至少跟台湾一样嘛，对，大家再来谈嘛，一样啊，他们只是土地大而已啊。对啊，咱想要是啥？用家己本做伙嘛，他薪水高啊，对吧？咱用去遐做工课嘛，你知意思无？就讲我父子辈啊，是阮阿公，我去南洋做工有无？去做外劳。现在我们是请外劳嘛？其实，在八九十年前哇，是咱去南洋做外劳哦，你知道吗？有人可能不知道，较侪岁拢知。哦，啊去探钱，探钱回来起厝，啊做桥啊有啊，哦做桥啊，哦啊伊就起南洋方的土地，哦以前是这样啊，因为什么以前是这样？因为南洋以前那时候菲律宾是美国管的，所以菲律宾的薪水很高，所以菲律宾啊以印尼菲律宾现在薪水很高的话，都请外劳，台湾呐、啊、还有中国福建哦，都是外劳，所以金门嘛做这哇南洋方哇起的厝的老厝。其实是因去做外劳回来去的，啊，无你金门你可能去安尼，是因为去因那地金门那地方是比较荒凉，也没有什么可以生产，土地贫瘠，用种杂粮啊，种高粱，好、哦，该弄高粱酒嘛，这是一定的。这不是讲我来，啊，无我那白种白结米子，要结高粱，啊，就迄个所在用种迄粮嘛，好、哦，这是有道理的，不是说莫名其妙他就会种高粱。是环境造就这样。好了，我希望说，以后我们跟美国啦，哈、哦，跟日本比较好，然后我们就提升嘛，对吧？哦，美国以后来占领我们就免税嘛，还他养我们嘛，
哈、哦，那么要求联邦邦联嘛，我们免税嘛，哦，咱台湾也可以做好康嘞，哦，做好康嘞，我袂骗你，哦啊，但是我是只讲安尼做好康，啊，不过咱们变平多啊哈，我们台湾人有台湾人传统，我咱做过来嘞嘛，我们不要失去，哦，我们不要失去，好，再开始讲免税，咱自治区有免税，免当兵，啊、哦，我们自治哈，我讲一下好了。所谓的自治，不是说在外国的自治哦，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的方式哦。我们虽然没有这个土地，但是我们选的，我们可以自己选总统，或者是因为以后不知道怎么称谓，我不知道了，总理啦啥啦哈，都是咱台湾自己人民去，人民一个一票一票去选出来，选出来以后，然后到任国书贴啊天王。听完会说好，一定都会说好的，然后回来尊重伊，我们一共同的效忠对象，然后拿他好了以后回来，他就管理台湾。邦联就是很就像那个澳洲我哈，澳洲他们选出来总理哈，他们选好以后，澳洲新任总理都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去英国，不是去英国国会哦哈，去英国的皇室。去给他到任，啊、英国皇室也不会拒绝，都会承认，然后再回到这澳洲，然后开始管理澳洲的人民。澳洲有在联合国一个席次，以后我们自治也会在联合国有个席次，哦，独立啊，但是所以自治有程度，在国际法上自治差不多跟独立一样哦。这是差不多跟土地一样，只是说你无地主而已。嘿，台湾宪法不可以哦。有我们这边是大日本帝国，你讲意思吗？所以说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什么？明治宪法。好、哦，阿、啊、人很重视，但是，台湾的什么？那外乡不记，我们有一个那个台湾的基本法。现阶段台湾有个基本法，就是从开始那类法律，哦，清新检法院都是从台湾基本法、台湾的公民权利法案那边出来的，就台湾基本法出来的。现阶段就是台湾基本法，是我们最高阶的。基本法以后再呼吁说，参议院终于有几个人，然后我们的很多的建制从那边写，哦，总理还有副总理还是几个人，啊，几个州都从台湾基本法那边写。好，你们可以看，一按。因为还是占领区，哦，如果说美国结束占领以后，我们先不回到日本天皇管辖的话，可以这边实施明治宪法，实施明治宪法，好、哦，好，我继续哈，因为他做兵嘛，啊，可是怕人家侵略啊，所以要有人来当兵，美国人天天做兵，啊，如果美国人做兵，啊，就是家己应该给他传武器嘛，对吧哈？啊，不然穿着德国刀叉都还做武器哦，伊嘛不爱，应该给扎武器来。所以咱就是免做兵，那么没有武器，哈、哦。啊，省下经费建设台湾，啊、哦，建设台湾，这个很重要哦。伊讲波多黎克国几百万人嘛，哈、哦，500亿美金嘛，乘30倍，大概1.5兆嘛，哦。台币啊，我们台湾管理当局的预算然后是1.9一点多，差不多2兆。如果美国以后占领回来占领我们的话，以人口来计算啊哈，哦那个要给我们的预算更多、哦，会超过现在中华民国可能扣的税金，你知道吗？以人口来计算哈、哦。但是2300万人嘛，波多黎各都还没1000人呢，我们人口是他2倍以上，所以以后我们预算会很多。我、哦、当然这个还要再讲啊，搞不好现在讲日本美国人听到，嗯，没他这样音的。啊，说但是哈、哦，我们是觉得说台湾人哈、哦、要保留我们的传统，哦那肯定是呢，我那的 culture 那文化那么老哎，所以那过来，他给我们钱，然后我们建设。
啊，但是要扶持我们企业起来啊，最好是能够自给自足，卖公客啊，波多黎克呢，家己坏不坏？你去独立公投，人当作迄其他那一种葫芦塞叫，人较无爱。因为台湾哦，我的面试也是饲一寡啊，钱家己拢拼拼个趁钱，人家看得起你。我觉得这个这是做人的意义啊，对吧？啊，无你伫客人钱，我不喜欢这样。我希望说大家有这个共识，好。台湾鹿年熬西晚年，哦、台湾有加入联合国吗？没有嘛，哦、台湾，你讲的我就清楚诶，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从来都不是哦，哈、哦。说联合国是要以国家 的身份去申请加入联合国，好、哦，澳西可以还回联合国吗？Republic of China 啦，还得中华民国啦，可以返回联合国吗？其他办法啦，好、哦，伊无法度。其实啥啦？中华民国的旗帜并没有消失，那旗帜在，只是那个椅子谁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做的。转世改工，这个土地，这个土地政府的政权已经无去啊。啊，当然嘛是要有新的迄个政权，这个土地的人来带领嘛，对吧？说他们是承认中国，世界只有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是骗你的，迄消失啊，迄就那就人死去啊啦，迄人死啊，你不用甲当作野外，迄是死的，好、哦，不要自欺欺人了，讲这样比较快了。好、哦，有国家，好、哦，再来。主权独立国家，好、哦，认定标准，好、哦、来，人口永久的哈、哦，你们当然台湾民政府三万多人了、啊、哈、哦，中华民国更多两百多万人嘛，认同的啊，我该变谁呢？搞不好有一千万了，变谁的变公？我也是中国人的哈、哦，固定领土，台湾是谁的？天王的政府，台湾有政府吗？还没有嘛，就是只剩我们民政府在，还要起来争中嘛哈，外交权吗？我们有没有外交权呢、啊？中华民国通通有，只是这个土地哈没有，他回到他的固有领土，就是金门满族，就是以前的南北分离，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南京政府那个土地嘛。哦，讲的比较那个是这样了。所以一个欠中华民国欠土地尔啦，哦，台湾啊无地主也占台湾，以死而复生啊，所以咱无做皇太子，哈、哦，哦，所以台湾哦认定标准，台湾其实差很嘞，啊、哦，不是国家，哦，台湾不是国家，没关系，说台湾现在。以台民这样子联合国是不行的、啊，哦，以前那抗占掉的，日本天皇的，美国人占掉的，啊，这那是代理战是台湾关东军，熬死占的，所以咱华丽地位是这样，日苏美战的、啊，四个字，现在我们地位是日苏美战，我们要突破，哦，现在在就做，我们现在就做这边上课就要做这个事情，摸西墙也要，美国人个尽管赢了。哦，当初因来阿山因过来的时候，伊嘛是有提文官啊，上名就是连差的连振东，他们是接收大员，有无？一些日常的接收的时候，你不能在上面弄假名啊。以后我们接收人员不可以这样做哈，抓到会鞭刑死刑。好，还记得。哦，因为伊讲，迄个时阵，日本有本内地人，那内地是日本内地，因为来台湾做生意无大屋，冇移民屋弄屋，
啊，可他们强迫让日本离开，他留的房子什么那些，像有的你不能大所在社区哇，规拢不搬的，按来接受性都降掉了，都因的呀，你知意思吧？那国民政府进来做这些事情哦，哈，也做这些物件，你知道吗？所以你们做好起来啊，公务人做三代后富可敌国，对吧？哎、啊，你就是接受日本的日产啊，啊，有了侵占那些土地房子啊，哦，那我们以后也是接受人员了、啊，好、哦，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好、哦，我一手下那点哈。好，如果说我们要建国了哈、哎，如果我们要建国了哈，其实我们不可以哦，我们这块土地不可以。好，如果就变成说我们要怎样啊，终结，只能那个做个第一行呢，要终结 KTM 国民党的政权。好，那要把国民党关照。好。军事政府就让我们台湾 TCG， 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哈、哦，改成自治，好、哦，咱接下来就是变几行，改关照，啊，我们就开始要自治，哦，完了，咱接下来就是变第一行了，好、哦，啊，改的自治，自治一阵子，我们可以慢慢的可以自我自治，以后台湾就会还回日本，因为毕竟还是日本天皇的，好、哦，啊，我们还完以后，医药解分离条款。母国分离条款，就是那就是明治宪法要有个分离条款，然后把台湾分离出去，好、哦，然后再来决定台湾未来，好、哦，应该大部分都是邦联的、啊，联邦比较好了。以我看我，我觉得我要做联邦比较好。那个变成讲，日本政府是平等的，日本政府效忠天皇，我们也效忠天皇，但是我们也是一个政府。第四国家可以好几个政府，就我头讲讲澳大利亚啦、加拿大啦、哦、香港那些啊，他们都是派一个总督，那个总督组个政府管辖这里啊，但是皇帝只有一个，你知道吗？皇帝只有一个，所以皇帝可以好几个政府。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英国女王可以这样，日本天皇也可以这样，他。让这块土地自治，然后选一个人出来可以做总督，然后我们自己自我管理，然后请天皇允许我们，哦，自治，高度自治的，高度自治这样讲比较好，高度自治让我们可以去联合申请一个国家，啊，总理我是自己选，说总督也可以自己选，然后选出来以后，我们高度自治，啊，跟日本平等，像讲。就讲吼，那个印度无，印度医生可以到英国执业哦，因为是 United Kingdom UK， 他们是大英国协的成员，大英国协的成员的所有的人民都可以自由移动，免签证，可以自由他们的医生的执照。你英国人，英国医生执照可以到印度执政，执业。印度的阿三他哦呢，啊医生，他也可以到英国。职业，他也可以澳洲职业，也可以到纽西兰职业开业了，看北人，他只要是 UK 的大英国籍的人民的国家，他们都共同互通，你才意思哈、哦，他们关税啊什么都有互相的优惠，甚至说当初英国打那个福克兰战争的时候嘛。澳洲啦、啊、纽西兰啦、啊、所有大英国协都有帮助哦，帮助英国打福克兰哦，打阿根廷哇，阿根廷福克兰你那边也战争嘛哈，这就是这个好处了。好、哦，我是比较喜欢高度的自治啊，联邦制跟日本同一个位阶比较好，对我们台湾比较好，好、哦。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呢，这个我这件我都没想，没去想啊，那就不可能嘛。我、哦、刚刚我讲嘛，吼、哦，还是继承呐、啊。你看2758、2758，这个决议文其实写讲啥？他们驱逐中华民国，
的蒋介石代表，他不是驱逐中华民国、哦，有人哦弄个扭曲。你注意看条文，他是说，蒋介石的代表及所属的一切机构，所以他没有驱逐中华民国出联合国，是驱逐蒋介石集团。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取代中华民国。所以伊安全理事国，伊袂写讲你拍枪呐，是后安怎呐？袂写伊个写一个枪呐嘞。啊，你想起来，你看中华民国有一个枪呐，全世界国际上，就是讲你是中国人啊啦。好、哦，你知意思无？哎、欸，讲啊，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在外国的眼中就是他是他的前一朝啊，继承过去了，只是这还有一小撮的人民不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而已啦。但是他。是中国人哦，多张跟你讲诶，明朝亡了，明朝亡了，他说我还明朝还在啊，现在明明就是清朝在管理这个中国的土地了，全世界是承认清帝国，啊，明朝的那个明帝国已经亡了啦，这就变成前朝的余孽了。我讲你刚你的听有啊，啊，只是说他们有一个平摊的，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已啊，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提示上哦，是蒋介石代表是离开了，不是做他的席次怎么样了，是被人家取代而已啦，这很合理啊。对，那时候我觉得当属定哇，哎，当时就董事公这个董事长哈、哦、乱搞，所有的理事会说啊把他开除掉，然后又选出一个新的董事长来，啊，结果那个。被开除董事长当然也没送嘛哈，他对外以公司以客户及厂商讲，我还是董事长啊，哦，他可能不把他硬性交出来嘛，哦，可是新的公司新的成员，他们都要宣告啊，你看那厂商啊，还是讲因的协力厂商，还是因的客户，一听那董事长的，还是这个新的，都是要听新的当属定嘛，对吧？啊，古也是这样子，就算他连硬性都不交出来，可是人家用法律上的方式就把它解职掉了。这里那就讲新旧朝跟新旧公司的董事长，这样比喻你就会清楚。好、哦，所以说我们不要梦想中华民国能返回联合国，那个是梦想。哦 ，UN 啊 ，UN 的。United Nations 那个联合国，哦 ，UN 的联合国，哦，诶，名牌我请拿哦，伊嘛个写请拿了哦，菜拿哦，一项尔。啊，你也这个你是菜拿哦，你身份证写请拿嘛，中华民国嘛，好、哦，你护照，你看你护照就知影嘛，有请拿一个嘛，啊，你就是啊嘛，哦，你不要莫名其妙被骗了做中国人，啊、哦，你不是中国人，哇。哇，没骗你呀！哇，一个下那年，你打开，你看是不是印这个字？像是那个有一个国家，那个是哪个国家？好像是澳洲。澳洲有一次他们那个有罢工，机场的人也罢工，我们就关心，后来就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讲为台湾的巡礼哈。上个月的中国大陆，因为他们不晓得嘛，你知道吗？那是 TWM 哦，国际嘛哦，你知道吗？啊，那个，你按照枪的就是中国，他就把他送去中国那个，哎，行李弄不对，说那种那些哦，跟枪的沾上边也麻烦呐、啊，他们是大国，很麻烦的、啊，我们要跟他一边一国，不，两边两国，我们要跟他两边两国。好，来，恰呢是瓷器嘛，哈，你不为支那，因你不能那个口音的支那，啊，菜哪能带去？要吃带啊，要去哪里吃？因的中国人的那个汤屋的文化嘛，哦，官刑哎，都离外史嘛，哦，我觉得这么官刑现行记哇，哎，讲。做官免了贪污嘛，
哦，那有中国哦，因为文化哦很真的很博大精深，把概念啊贪污哦，有些儒林外史哇。我们记得我们国文以前我们读他们学校的文章有林外史，讲做了官以后就安怎安怎哇。我那个书可以网络上可以 download 下来看，啊，采纳哦，这都是拢讲我被听熟啊，中国人嘛是，台湾人伫这政权嘛是啊，大埔事件哇。哦，啊，像诶，中国他们哦，盖铁路、盖高速公路很快嘛，伊拢区段征收，盖拢收起啊。我什么钉子户诶，钉子户是他们讲法啦。哦，他们公权力很有，因为伊是人治的社会，一公安落安怎，就规拢强制执行。我钱拿，中国人的，咱解读中国，因他。有这些了，但是是负面的话，我跳过好了，不要讲了。说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不可能，啊，因为国际法规范，啊，他已经亡国了，人死去啊，无得复原。所以说，他有圣基门马祖。待完成的课题哇！美国人讲的讲，中华民国是一个未完成的议题啊，未解决议题，就是讲哦，中华民国虽然死，按过伊到一个土地，金门干嘛做？金门干嘛做什么人诶？福建诶，福建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地。啊，为当初中华民国是在1979年美国才。不承认嘛，盖断交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说遗留下来金门跟马祖哦，这块土地要怎么划分？哦，他们就有点伤脑筋啊，但是现在已经明朗化了，你也可以 AIT 申请金门人跟马祖人哦，他国籍就直接给你写中国，不让你选，啊，你也大台湾的哦。台湾省的吼，都拢台湾，他们已经分别了。像我们金门人要去国外读书，免签的时候，哎、欸，我台湾人呢、啊，我是中华民国，为什么是强迫我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人家美国人是读较清楚的，他是对的。好，其实台湾人读较不清楚。啊，咱中国还没有出生呢。但台湾国我们是不是国家了？啊，经过天王还有美国的放手，天王的认可，我们才自治，才凭用自治方式建立一个台湾国，自治哦，我们不可独立，好、哦。哦，这三个精神病患，你敢听过？我讲给你听。对，我觉得三个精神病院的病人啊，哈。一路来看，来治疗一阵子，来看精神科的医师，他的主治，哎，主治累不累死？就阿公吼，这样三人吼，要甲试看卖，因食这药啊有效哦，啊，就伫用签字笔吼，起笔，伫迄个壁个画一个门，画一个门把，讲，啊，恁吼，看了啊，哦，会使哩。好、哦，阿、啊、恁为这个门开门出去，我就两个人吼、哦，就争先恐后的，两个笑诶，两个神经病就开那个要去开那个门。医生看，哎，这两个哦，哎呀，啊，甲未医也未好，可能爱药啊加重，还是该绑个油啊？哦，起那、啊、神经病没有医好嘛哈？看、哦、两个该为这个门开开，小姐要去开，啊，真嗨！爱看哦，这两个坐伫啊，第三个坐伫啊，就欢喜。嗯，这个袂歹，这个有效啊。吼、哦，这个问，哎、欸，啊，你先来去开门，吼、哦，对伊就有信心的嘛。结果，迄个另外，迄第三个安怎讲？这两个笑的，小姐去开门，啊，锁匙丢啊，这是要来开啊？哦，迄、那个第三个，哦，好严重，对吧？好，来。
三个人都 不认为他有病了，对吧？两个都说好了嘛，啊，一个说我好，你这没客人要开门嘛，对吧？他们三个都不认为他有病了，这两个冲去开门，无台湾，无迄个台湾是无独立思考的能力。人讲了像台独，讲安怎恁就冲嘛，对吧？没有思考能力嘛。哈、哦，我讲有诶讲啊，我都不爱插政治，我无党无派，就这种诶嘛。啊、哦，第三个就是讲台独诶啦。我叫台湾独立，我叫恁来行就行会出去。讲有收视啊，讲有咧气。伊是 key man 知影，会吞了吞了 key 个，会成功。结果伊讲有伊收视已经六七十年啊，台湾个安尼啦，家己拢老啊嘛。我做我少年十几岁安尼，哦，看伊安尼，哦，我嘛想该暗暗就赞助他们嘛，有时候还捐个钱给他们。结果弄安尼嘞无效嘞，台湾嘛是安尼个。我甚至我们去抗议，像前阵子上个小时，咱去抗议着。马英九去总统站，马英九还不理你，还走去游泳，还走去视察哦，去佚佗哦。啊，你去抗议干唔好？不好嘛？伊都我插你嘛？无当做你一回事嘛？哦，就第三个上迄个讲有收视啊，哈，哈叫干唔好？不好啊！哦、啊，咱听华丽啊，咱是迄个医生，咱看啊最清楚的。哦，这个告诉的也讲，其实你上过这个课程以后，你们知道台湾的地位、台湾的前途啊，怎么做？你就是那个医生啦。好、哦，你们知道吗？好、哦，你们，好、哦，好、哦，谢谢，谢谢。好、哦，我们在美国基础上啊，的民众为台湾自治，好、哦，用地导模式，好、哦，访问模式。好来，哎、欸，一般的中立国哈，我是看爱这个中立国，这个啊，中立国的是中立国的话就比较那个没那讲，瑞士像我们瑞士的中立国嘛，瑞士他们德奥一家，你有听过这句话吧？德国。奥匈帝国、德奥一家、奥地利、德国、瑞士，伊拢用德语哦。德呀，你应该有听过啦吼。德奥一家，瑞士的钟表很有名，它精密工艺很好，伊枪械嘛就有名的。哦啊，瑞士哈、哦，他们以色列一样，哦，他们都要服务义务役。啊，他们的武器都很精良，甚至说，因为飞机我飞下来就用道路密集的山洞。瑞士是山区国家，山坡东山坡地很难征服。就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名的德国的迄个用坦克车，吼、哦，用那个用战车，那个用什么什么战略，就攻下很多的国家，一口气。哦，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都攻下所有的那个欧洲大部分的国家。哎，可是到中立国就是瑞士的时候，没办法，山坡地、森林多，无法度。啊，他派部队上去要测试一下，结果他侵入领地以后，瑞士他们全民皆兵，好像跟那个跟以色列一样。我想想，以色列甚至以色列国家，他八百万人口哦，一女性也要当兵。女性要当兵，所以和平自由要付出代价的，你知道吗？你要中立国，你要让德国人那个第二次那个时间点，让那个强盛国家不想、不敢、也不要去插兵。他就说，当初德国看到瑞士的时候，一直绕过去，没有打瑞士。瑞士因为他的枪械啊，他的人民。都有这个公式、哦、如果说我们要做中立国的话，我们就大概就是要全民皆兵，你知道吗？研发他们瑞士的枪械，还有他们飞机 SUP
黑的瑞典还有那个瑞士的枪械，他们那个都独立的自治。哦啊、他也有买美国的飞机的、啊。至于琉球啊，我刚刚有讲过，立陶宛啊，台湾自治啊，日本结盟，两万年。我刚刚讲，我比较喜欢第四项。好、哦，跟日本进，然后免税，然后互通所有的职业，包括建筑师啊、医师啊，都可以过去那边职业。啊，他的也可以过来跟我们职业，那很好。哦啊、然后美国人，那那免税是美国人也来这开公司哦。这观念大概要建立哦。如果是免税，像新加坡、香港，他们崛起哈、哦，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引起免税。免税点嘛，咱去免税点买啥，因为国家就是免税，所以成本伊卖计少就比人较少，所以别个国家来拢会改买物件。啊，我讲我要遮做转接站、贸易站，我来卖硬物、卖衰啊，还是卖讲卖我卖车，好、哦、来遮。哎，这是美国的免税区，我懂了，来遮设立据点嘛，哦，转接站，所以我该台湾足好诶。我不骗你、哦、我们后面有两个大咖的在给我们 support 日本跟美国、哦、日本跟美国，所以大家对前途要有信心了。这来民政府人弄，有当时也讲，啊，佮贵标个紧的，甲咱拨经费啊，都免得嘛，咱家己拢啊苦哈哈，吼、哦。这都有人，咱来上课学弄个问咱三个问题啊，为什么不叫美国拨经费给我们？吼、哦，发展组织，啊，为什么不叫美国人赶快来占领台湾？为什么不叫美国吼、哦、把刘洪正赶快移到金门马祖？哦，咱就有学员拢会问三个问题，好、哦，那我讲一下，我可以叫我的老板赶快把车子开走，不要挡住吗？我可以叫我老板赶快把钱给我，我不要工作，赶快给我加薪吗？我叫我的老板叫我做什么吗？不可以嘛，哈、哦，逃给洗地逃给嘛。我们叫美国赶快拨捐给台湾民政府。问题来了，我刚刚讲过嘛，哈，我们民政府是美国军政府下面的一支台湾民政府嘛，他是我们老板，我们叫老板说赶快给我们钱，发展组织，你是头家你干呗？要是我是老板，我会合理的讲，合理的给你们嘛，对吧？哦，我们不可以主动要求嘛。你要那就要求你爸爸讲，还是要求你讲，哎、欸，你今仔大这间厝啊，过给我啊，讲啊，恁爸还未死，你甲偷这個，是咪呢？所以咱今仔反退回来哦，很像哦，咱就同理心想嘛。啊，你隔壁个军队进来接收台湾，是啊，我嘛一直想着想讲日本诶，美国人进来嘛。但是美国人想讲，伊要接收台湾之前要做什么动作？啊，把这代志做完满嘛，对吧？哎、欸，中国人会他妈对面他妈叫嚣，讲、欸、哎，那是我们的一地，对吧？哎，他妈边啊，他妈插拉嘛。啊，接收的时候也要经过那个日本天皇盖敲签嘛，对吧？啊，南海诸岛，从越南啊、菲律宾啊，哦，哎、啊，那个啥，印尼嘛，那种盖南海诸，哎、欸，南岛群岛以前是日本的呢，你知道吗？那些都要敲切，因为变成说他进来要管这个台湾的话，台湾固有的领地他要恢复的话，可能都是国际跟国际之间都要做，也要做这些动作嘛。好、哦，现在就像现在你看这新闻，安倍晋三又去美国的国会哇去演讲嘛，啊，私底下有讲一些事情嘛，啊，当然我们都不知道嘛。以前奥巴马有去看日本天皇嘛，哈，典礼嘛。还有他的夫人、哦、也有去日本嘛，都是讲一些事情、
哦，那时候也有去跟习近平开会嘛，哦，美国总统啊，哦，其实他们都是在敲台机，一敲啥，其实在敲台湾以后的走向，哦，以后的要怎么走啊？跟对方讲，啊，大家都在讲，所以这是国际上的形势要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哦，咱是民众是详细者，伫边啊他妈差无好啊，你知啊？无因为军队嘛，讲我预计第几个步兵营要多少人进来啊？军队要重新部署啊，一边的军人也要一个移防的日期嘛，要定出来嘛，对吧？啊，台湾伊嘛来加接收啊，伊无讲我来就来，要收啊，台湾嘛军营咧，步枪机枪，你知意思无？台湾的风可能机啦，船啦，可能未判给你。啊，不过咱的军营遐步枪、机枪，手榴弹那些有可能丢掉哦，你知道吗？政权转换的时候有可能丢掉，所以美国人伊嘛暗暗的接收台湾，要去移交什么都要做这些动作，不是我们想象的啦。他们是以国家啊，那是被和平转移嘛，说这边就要慢慢的移交，潜移默化中暗暗的进行，不是说我赶快来哦，对吧？所以那。如果这样，我这样讲就行了。说各军来行就行，这我们自己比较肤浅一点，因是国家的立场在看这个事情。好、哦、啊，何不叫 ROC 流亡到金门马祖？啊，你各军金门马祖一万公要求要1000万人认同我是中国人，他们要去金门马祖，金门马祖住得下吗？住不下嘞，那怎么办？做一个平摊打嘛哈，您初级班应该有太贵。美国人跟中国人讲巧这部分，解决他们前朝的问题，然后就一个平潭岛。台湾这边是讲平潭实验区，我是说给台湾人住，其实是给自台的中国人住的啦。听讲内底嘛有蚵仔煎啦，卖臭豆腐的啦，他们住在那边，好像跟台湾一样。那些中国人自台的中国人在那边搞兴旺。这样子，好、哦，安尼时间应该够，你有问题无？好、哦，安尼无问题话，咱就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好、哦，谢谢大家。